今天，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在 Mac 系统中下载并安装达士币钱包程序。首先，访问 dashpay.io， 点击上方的下载按钮，点击 Mac OS X DMG 按钮并保存。下载应该会自动开始。等待下载完成，用 Mac Finder 找到下载文件。下载文件应该在 Download 目录下。打开下载文件，您会看到一个名为 DashQT 图标。将图标拖拽到 Application 文件夹中，打开 Application 文件夹，现在您可以关闭浏览器和终端了。在 Application 文件夹中双击 DashQT 图标，此时您将会看到一个新的窗口，除非跳出警告信息。如果是的话，请按照视频所示进行操作。更改设置后，再次点击 DashQT 图标，会跳出一个新的窗口，点击打开，几秒后，您将会看到达士币核心的欢迎窗口，我们将使用默认路径，点击 OK 按钮即可。您的钱包程序将开始安装，当钱包程序打开时，会进行网络同步过程，同步完成后，右下角将会出现绿色对勾标志，请注意，同步过程根据网络环境会花费一些时间，我们此处跳过这一步骤。现在，让我们来加密您的钱包，点击设置加密钱包，您将会看到加密钱包窗口，输入密码，并再次确认后，点击 OK 按钮，点击是，并稍等一下。您会看到这样的窗口，点击 OK 按钮。在钱包程序自动关闭后，再次打开。此时的钱包已经完成了加密过程，请您务必将密码保存好，否则会有丢失所有达士币的危险。点击上方的接收按钮，输入一个名字作为标签，点击请求付款，这就是您新的达士币钱包地址。您可以把这个地址发送给别人，让对方向您发送达士币。这就是 Mac 系统中下载并安装达士币钱包程序的方法。